是在准备讲解吗？请讲师慈悲，请到主坤到主，请各位先请请坐下。老师好。讲师午安。学弟兄关系啊，王总，那咱今日有这个机会，会当来遮报告这个四十一章的《道德经》，完全是整个天师的祖师弘慈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担当的前人、不前人的传师慈悲栽培。前先者的设班，让后学今天有这机会能够站在这里。那，咱会知啊，来师尊音响前贤就那个永汉就跟后学讲说，就让公伟爱他爸爸，因为没有回音，好、哦，啊、因为你知道我爸爸讲不好东家，那我怕公伟说懂话听，所以。可是呢，人的习性哦很难改变，所以他当然不注意，当然都愈讲愈紧的话，咱唱的头一个前弦，唱压一个，咱就知影讲了上紧啊，咱或许才放慢速度啊。好，那这一章呢是讲到这个德品，德品中哦，其实咱知影德啊。所谓的德品，德一是完整无缺，德一是圆满的。伊这个德品，伊是针对咱现象界，针对咱人一个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因为咱人的先天呐、啊，在先天咱有根基，根基的一个理论。
上师运动心理平静，中师运动六尊六佛，下师运动大巧智，不巧不注意无德，故变言有智，明德六脉，进德六腿，依德六类，上德六果，大德六种，功德六不用，见德六涛，积德六仪，大方无疑，大慈悲，门行大音其声，大祥无形，德运无名，无为德，善待请示。好，这是咱同学今仔日要报告的。那伫这种内底啊，我相信咱应该足侪，大家人哦，去学校请出来得着的，咱应该拢常常听过。这江苏的嘛，有可能拢会甲这段提出来利用。哦，所以这段看起来敢那足浅白的，不过其实伊嘛有足深的一个艺术伫内底啦，哦。那咱学校呢，咱就先来讲到这个。第一段上德文上书文德行礼行进，中书文德六尊六王，下书文德但巧智，不巧不注意文德，不听你这样简单来讲啊，吼，这个上书吼，伊今天的这个德啊，吼，伊绝对是行礼中难的啊，中书嘞。Thank you.
喜怒哀乐之匮乏未知中，那不是比花
伊个作用就无遐尼济，哦，伊个能耐就较强，所以伊要叫伊专心，要叫伊专心，全部投入，伊嘛无法度啊，伊根基无够，哦，根基无够，所以啊，吼，就是讲，有时阵伊啊吼，伊个心。Thank you.
所以呢，他
人家人都爱他。
用。Thank you.
是一样相似的意思啊，哦，所以一道落泪，那么当这两个解说啊，哦，第一个就是讲，如果这条比如讲啊，吼，咱去骑车，这条路啊，吼，看的就是安尼凹凸不平嘛，吼，咱去骑车，咱个会骑出去，白嘛。Thank you.
冲动啊！所以人安怎走，他都无所谓。好，我们。
处课程呢，无伊遐尼多诶代志，收到是一步一步哦。你会当有无个书爱讲修哦？看咱拄着代志诶时阵，咱到底是啥物款诶一个心境哦？来，大音希声啊！哦，大音希声，讲嘛是讲着是真正诶声啊！哦，是抖音啊，倒音啊。九堂会是美好的功能是什么？庄严五官。不是漂亮吗？眉毛的功能，后来或许上网查了，我咱老婆没滴下来的感受啦。哈哈哈哈哈。所以咱讲话，眉毛诶看起来好像没功能，事实上，都说不走传，人家一直讲功能也得功用哦。几百只，那不能走，勤而行之就可以了。伊甲咱讲。